性超好，我就拉一半给你看就好了。所以呢，你如果副乳比较大，然后肉比较多，胸部比较丰满，这个对你来说几乎没有问题。那我自己很推荐我身上的卡色，因为卡色不好买，像妞儿真的不是白皙的女生了，但是呢穿起来没有任何一点脏，而且今年非常流行这个大地色的元素了。米色的话它是偏米白色，再来它的弹性大小 S 号 M 号有号 X 有号都可以穿，它呢也不会这样子紧在身上，它的这个弹性度是很够的。包收副乳的这边刚刚好，它不会太高太低然后太紧，然后比较丰满的或是比较瘦的也不会有什么微曝光的部分。来到转换季节，黑色当然完全不能错过，你要扎不扎全放都是恰到好处，所以你自己看看咯。